今天我们做老虎机第二集的测验，也是一样放100块，看可不可以撑过10分钟。经过高人的指点，他们说这个机器如果这个快满出来的话，就代表快中奖。那这个如果没有要满出来，就是不会中奖。我们来玩玩看，看他到底是不是在放屁。我们就玩这一支。会员卡可以积分很重要，捅爆他，然后再放入你的钱。好了，开干！这个永远按这个最贵的啊 ，Pay Lab。这个超贵的。对啊，一次扣10块。一次扣10几块。一次扣多少？对啊，一次扣9块。一次扣9块，没办法，我们的。遵守游戏规则，只能按9次干。怎么样？钱都跑进去又没有给我。好吧 ，win 的，我不晓得怎么 win 的。他会连第3根。黑1000。所以呢？按随便加进去了。没有啊，他说赔我1000，然后我还是在亏，我还是在亏钱呢、啊。又赔我1000吗？边讲边按，当然越来越少傻啦。哎，我们撑不到。这个游戏都是这个游戏超赔钱的。2000，相信，阿哥多开了，我已经讲不出话了，你知道吗？讲不出话。妈的，零元，还可以按5次，好重啊！哎，6000要60啊。有没有？危险，可能撑得过哦。快！好像有转机。大开吧！你要转到那个湖。哦，有了，24000。24000。看我10分钟，你还是赚10，你还要赚10好。哎，就5分钟了，已经到5分钟了。没有，有。我觉得我们剩200的时候停，好不好？就输100就停。如果你真的觉得我们会输的话。爆开之后就是另外一个瞬间，三百三十四，比刚才猛。好像每次有这个数出现就最多分。你看他就是全数啊，废话。可以。
真的看不懂，只有他看得懂。怎么看得懂啊？我们可能太低级了。都没有符，有符才有那个，才有金币，钱币才会让它爆开。那它不爆开怎么办啊？什么时候才会爆开？就要一直中符啊，一直中钱进去。哎，两千！你看这个老虎真的超多的，老虎很多钱，老虎很多钱，金老金狮子蓝的老虎，金狮子。好、哦，哎，有连真有连哦，六吧。哎，好、哦，稍微有点看懂。爆开我会赢多少钱？抽奖是不是？对啊，它会有一个爆，我可又更满了。那所以你就一直玩那种快满的不就好了吗？对啊，但是有时候有一些鸡蛋会很难受啊。哎，三个，哎，各位观众，你知道吗？已经九分钟了，我在拖时间，拖很凶了。炸呀！它很难爆的感觉。你明天下来一定就爆了。但是你就算爆，可能也是拿31块。都不中哎。最后一案，等一下，不要停，最后一下，十分钟了。Hello， 最后实测，放100，出来194，又赢了94块。我以后呢不打 poker 了，就按老虎机。